唱着星星引力的定律，找到你想对你说在一起我和你。成毅和杨紫到底是什么神仙 CP？ 两个人在《沉香花絮》中甜甜蜜蜜，却在剧中夜网友观众都非常希望两人能够三搭合作一部现代剧，实现一下 CP 粉的心愿。但是要说两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是不可能在一起，毕竟男未婚女未嫁，而且都是单身，彼此的恋爱观与择偶观也与对方十分相似，因此磕 CP 上头的大家也是十分希望能当一次网络红娘。而成毅一直都是娱乐圈老干部般的存在，一直痴迷于拍戏的他根本就不太关注网络上的信息。上次的采访毅在说澄清一下自己被说是老干部这件事情，结果一番言论下来硬是把澄清变成了坐实，真的是太可爱了。而姊妹在经历过一次爱情的失败后，对恋情也是十分谨慎，憨憨的一载正符合姊妹的标准。而两个人出道多年，早已有了多部爆款作品，但却还是将二人手搭实的青云志放在微博简介的首页。而青云志时两人不过只是配角，但还是默契的将这部剧放在最显眼的位置，也足见在两人的心中彼此是十分重要的了。那么你希望成毅杨紫三搭吗？欢迎评论。